大家好，我是艾玛王王丽媛，是泰佩斯奇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。我是 Coach 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。数字化发展是泰佩斯奇集团在业务发展上的一个核心战略策略。那么我们通过创新式的方案，从员工的平台搭建、办公室的硬件和软件的设置、我们人员的晋升和发展，以及人才的招聘等多方面入手，给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的人才带来更积极的数字化体验，从而实现了跨品牌、跨渠道的链接。同时我们也打破了店铺与办公室之间的壁垒，我们的一线员工可以通过电子化平台直接申请我们的在总部的职位，这样就给我们的前线员工以更多的职业发展的通路和申请的渠道，这使得我们前线的员工能够有机会站在决策台上，能够更好地带来消费者的经验和体验，帮助我们的公司更了解我们的消费者。